醒了熟睡，日落下沉醉，光透过我指尖消退，展开涟漪心如潮水，让时间不再乏味，晚风轻轻吹，想来一杯柠檬气泡水，一口夏天的陶醉，阳光真明媚，我和你刚好搭配，加点冰有微醺的风味，哦哦，不要再皱眉，哦，你像气泡水蔓延心动的滋味，发烧随风吹，我为你怪拉黑狂，我讨厌你，讨厌你不理我，讨厌你缺失心肠，不要死你！哼。OPPO Reno 十一系列月光宝石新品上市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你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不知道。我就知道你会来。我不来怎么和你滑板？舒逸，你一定要这么扫兴吗？你不是想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吗？如果你能从这里滑到那边，我就告诉你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你大骂石燕，让他一气之下把你带走了。然后呢？没了。都这么多天了，我到底还在痴心妄想些什么？实验我见不到，这个罗浩，我就不信我约不到。猜猜我是谁？北欧娜，你什么时候回国了？哇，实验哥哥，你怎么还这么厉害？我都没告诉你我回国，你竟然猜到是我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很想我啊？怎么回国连小月也没有告诉我？我特地没让小月告诉你的，她本来不同意，不过我跟她说我肯定能吓你一大跳，她就同意了。所以你看，我这不是一下飞机就过来找你了吗？惊不惊喜？这次回国有什么计划吗？我当然是来云创帮你了。我听说过一点云创的情况，我知道我爸爸和张叔叔都不支持你，不过我还是很支持你的，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是特地来帮你的。菲菲，爸爸，爸爸，哎，爸，我说菲菲你也太不像话了，
刚下飞机把行李一扔就往外跑，你说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爸爸吗？哎呀，爸爸，那在菲菲眼里您就是最重要的。你看我这不是一下飞机就来云昌看您了吗？不过我太久没见到石岩哥哥了，所以啊，先来找他聊会天。我信你这话才怪。石岩，不好意思，菲菲给你添麻烦了。田叔叔哪个话？菲欧娜就像我的亲妹妹一样。那你一会儿是？石岩，那一会儿就辛苦你送一下菲菲。好。我回家再跟你孙子。爸爸，拜拜。山哥哥，我有什么能帮你的？陈淑仪，抬头。这么大一双眼睛，怎么眼光这么差？您是从酒味面馆过来的吗？没错，夏登的是你男朋友吧？你男朋友可真细心，给我打了十几分钟电话，教我怎么买保温桶，教我怎么把店里的面给倒进去。不小心，我演错了戏。能否修正？我该怎么办？我爱他，可是我们不能在一起了。既然相爱，有什么事情不能当面说清楚呢？如果就这么放弃，你不觉得很可惜吗？你好，林云畅到了。见到人，当面说清楚。嗯，没有什么事不能当面说清楚的。小姐，你下车吗？我不能一直停在这儿啊。走吧，师傅。就来看看啊。一杯奶茶换一个今天大八卦。不换。是关于实验的哦。实验的青梅竹马昨天从国外回来了，一下飞机就杀到云创，跟实验呢聊到深夜，说是之后还要到云创帮实验。怎么样，这杯奶茶值吧？这跟我也没关系。是没关系。但不是你说的吗？只有深度了解你的采访对象，才能写出更加深刻的采访稿件的呀。好漂亮的小马驹啊！你给它取个名字吧。我吗？嗯，就是你啊。我们要一起看着这匹小马长大，小马长大以后呢，再陪我们一块驰骋。小马驹再生小马驹，我们就这么一直一直这么在一起。怎么样？想好了叫什么名字吗？
我要叫他愚公。啊？子子孙孙无穷匮也。啊？女主人说了算。这次生的这几匹小马驹啊，特别可爱，你肯定喜欢。来。爸。嘿嘿。都没有见过那么小的小马驹吧？嗯，李小姐，不介意我也叫你珊珊吧？你小子终于有人管了啊！嗯，他挺好的。哎，一会儿实验就来了。咱们骑完马，唐主编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吃饭。不用了。关总说马场生了个小马驹，我好奇，所以就带我来看看。我晚上还约了朋友，就不打扰你了，我就先走了。我呀送唐主编回去，啊，不打扰你们年轻人聚会。珊珊，好好玩啊，走吧，二位。下次见啊，下次见。先走了。其实你可以留下来的。对不起，老关，我还没准备好。跟我说什么对不起？我说怎么好好的天黑了呢？原来是你那位喜欢拉黑别人的好兄弟来了呀。珊珊，实验的人品呢，我可以担保的。这件事里，他是受害者。珊珊，实验很在乎正义者的。哼，是啊，在乎到拉黑舒逸，在乎到接受徐雨林接手专访。在乎到和别的女人纠缠不清，我没有。珊珊，你也说政绩者没有放下实验，实验对政绩者也是一往情深。这样，你就跟实验说说接下来该怎么办，他都听你的。啊？自始至终，我心里只有郑淑仪一个人。你看我说吧。珊珊，你就帮他跟郑义者说说呗。不必了，这是我和郑淑仪之间的事情，应该我和他自己面对解决。天哪，听说云创有两位股东要撤股。是哪两位啊？听说云创一直有董事不满意实验，乐安形势不容乐观啊，云创内忧外患，雪上加霜。实验会不会回去找爸爸呀？你怎么搞的？每天往云创跑，怎么可能一点风声都不知道呢？你说吧，现在怎么办？对不起，主编，是我工作的疏忽。行了，说这些虚话还有什么用啊？我要的是补救措施。新的一期杂志里必须有这件事情的深度报道。我们和云创合作这么久了，如果这个内容不深挖，会成为行业笑柄的。知道了，主编。这个专题你不用再跟了。那谁来跟？加倍艾特羊奶粉，吸收好，营养更好，全球羊奶领军者。羊奶粉，我只选加倍艾特。加倍艾特邀您继续收看。
卧龙坚果，坚果中的大队长，卧龙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主编叫你啊。主编叫你。舒逸，总兵和我还是希望你能够重新回到这个专题来。这个时候，个人情绪先放一放。要不是徐雨林没有带回来一点有价值的消息，我是不会强迫你个人意愿的。现在对于云创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，对于云创的专题和你的电子刊升级也是一个关键时刻。接下来，你的专题很可能要见证一次大事件。实业现在一定很难吧？舒逸，好好想想，你的新闻理想，你升级电子刊的雄心壮志。谢谢总编和主编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重回专题。我会尽最大努力做好这次深度报道。陈总助，谢谢你。郑记者，千万别跟我客气，石总肯定也是想见您的。石总，让泪挣扎落下，难道从此只是过客吗？心就像坠入了雪。我爱总让人像神仙流沙。石总，感谢您宝贵的时间。针对云创最近的情况，我希望本期专题。郑淑仪，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个。云创的事情我暂时无可奉告。郑记者，请回吧。走了吗？没有。那人呢？那些记者一直等在楼下不肯走。你跟我下去一趟。可您不是没和田总他们谈好吗？确实挺高的，都放在一边。我哎，石总来了！石总来了！哎，快采访！石总，能否说一下最近云创的情况呢？石总。
有您是否后悔投资了诺安测评呢？石总，云创高层是否继任？未来管理层是否会有变化？石总，两位董事是否会真的退出呀？最近云创内部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，需要讨论和解决，但未有最终结论，我暂时不方便透露任何细节。石总，能否说一下您对两位股东退股的看法呢？无论是云创还是我，都无法忍受不够纯粹的人和事。工作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和不同的意见，应该求同存异，一起面对解决，而并非一走了之。我能说就这么多，辛苦各位。大家麻烦让一下。石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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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行，我知道了，先放我办公桌上，我有事啊。好的，雨林姐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事吧？树叶，不是，树叶，你没事吧？树叶，是撞疼你了吗？还是怎么了？这是徐雨林，你干什么呀？我什么都没干，我俩就是撞了一下。树叶，你不至于吧？你怎么还哭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先走吧。你确定没事啊？树叶，我没事，我再干会儿稿，你先走吧。石总，您吃什么需要给您准备吗？是吗？他们家的招牌海鲜面可是香鲜至极，一口下去满口生香，格外无穷的。一起看星星，不如现在一起看了呗。
阿文的阴天，燕子的雨天，杰仔的晴天，都不如你和我聊天。接触下来，发现石总有颜有才，能力出众，很像是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。我自然也心悦石足，就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石总。我看到你就心花怒放，欣喜若狂，兴高采烈。现在你有我了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，成功也好，失败也罢，我和你一起面对。等这几天忙完，周末就能见到你啦。石家小燕倒是粘人的很啊。书意不知江城远，石家小燕嫉妒雪。没精力，一疲惫，用肾宝片，汇仁肾宝片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同学们好，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？因为要努力完成新的人生目标了。新目标？什么目标？上课了。好了，请各位同学翻开我们教材的第163页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证券估值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，下课。雨成，你帮我看看，这里我不太懂。没问题。雨教授，能给我签个字吗？好。你不是师母吗？她也来陪你上课啊。李教授，你们感情可真好。她比较刻苦。谢谢。首先必须明确货币的政策，最终要达到的目的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小叶。你有男朋友吗？还没有呢。那我可以追你吗？雨成，我们并不合适，也不了解彼此。我知道我们认识不久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，而且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互相了解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相处一段时间看看。玉教授，两位是在谈事儿吗？我在跟小月表白。小月，我很喜欢你，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一定会认真对待这段感情，不会影响学习。
宇成，很谢谢你对我的喜欢，但是我不能接受这份喜欢。我们是有很多时间可以了解彼此，但是在此之前，我们需要一些类似魔法的东西，让我们有奇妙的感觉，自愿的去开始了解彼此的过程。所以你不愿意了解我？是，我不愿意。我明白了，于教授，我先走了。季诗雨，玉教授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。有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坐车。胖雪我没关系。我技术很好，不用害怕。秦诗月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我们其实并不合适，年龄、身份、性格都不合适。你年轻、扭曲，还很可爱。我知道你对我哪些方面感兴趣，我也知道我能够短暂的给你带来一些刺激、新鲜感和不确定性。但是你了解真正的我吗？就比如我挑食不爱吃辣。我喜欢摩托车。这种又刺激又危险的事情。你这人大半夜带我到风景这么美的山顶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？你都不上网的吗？你没看别人说，如果你不能接受最差的我，那你也不配拥有最好的我。我是在找我自己喜欢的人，又不是在替什么神秘组织挑选完美的人。我想说的是，我喜欢上你了。我觉得我有许多问题，
你说说，你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年龄比你大，可能会有点无趣，没办法一直带给你新鲜感。那倒是，摩托车是很刺激，但也不能一直骑啊。万一过段时间我不喜欢坐了怎么办？所以我才想告诉你我的情况和心意，希望你再来做这个选择。Z900，时尚、激情、自由，属于 Z 系列的中高端产品，实际排放948cc，最大马力117.3匹。Z900在配置上也不含糊，经典直列四缸机，它的转速最高可达万转，还有啊，在7700转可达95牛米峰值扭矩，怎么样？我说的有错吗？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哎，别误会啊，我这次可没有背。我一直都很喜欢摩托车，在国外读书的时候经常玩。所以啊，你看，我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。既然不够了解，我们增加了解不就好了？生活习惯、爱好都是很独特的东西，没必要刻意去改变。喜欢一个人，就会接受他的一切，甚至被同化。爱情就是，啪，你懂吗？所以，不要一板一眼的讲道理。喜欢你，就是我的道理。你说的对，那以后的日子还请秦小姐多多指教。易教授是我男朋友了。就这样吗？我可以要一个来自男朋友的晚安吻吗？那下次换男朋友主动。你这么忙，其实不用专门来陪我买箱子的。黑马最近进展不错，肯定能顺利突破技术难关，所以我的时间很宽裕，可以陪你。如果黑马这么顺利，那实验的处境是不是更难了？哎，要不要进去看看？怎么了？舒逸姐跟那人是什么关系啊？小舅舅知道了吗？小舅舅怎么办呀？走，去看看。哎，您好，这边请。二位看一下，这个情侣坐怎么样？我和他只是朋友。我能坐那边吗？可以啊。您请。好，这是彩蛋，先看一下，有什么需要再叫我。谢谢。
巧啊？什么情况？舒怡姐，我们都好久没有一起吃饭了。也没有很久吧。哎，想想我也好久没跟小舅舅一起吃饭了。那不如坐下来一起吃吧。这不好意思吧。菜上齐了，请慢用。谢谢。谢谢。这盘鱼就是舒逸姐。这汤很鲜，你尝尝。是的，鲜。小舅舅喝鱼汤了。别光顾着玩手机，正常喝啊。谢谢。这一道白鲈竹笋也很不错，是他们家特色。舒逸姐，这才是你的菜。嗯，我记得小舅舅也特别爱吃笋，尤其是爱吃你们清安老家的竹笋。过年去的时候，怎么没听你说过清安的竹笋好吃啊？原本清安的笋都被你夺完了。舅舅，你还要不要小舅妈了？笋都被别人吃完了。谢谢。小舅舅，你到底有没有看我的微信？人家细心又体贴，关键是比你主动。这盘鱼就是舒逸姐。小舅舅喝鱼汤了。小舅舅，你还要不要小舅妈了？笋都被别人吃完了。小舅舅，你到底有没有看我的微信？人家细心又体贴，关键是比你主动。你的风景深陷流沙，越走近越
装作潇洒，越是放不下。别走远。